麻烦，每次来都要再看一次。打那个机关，等他进来再打。走啊！再借我复活一下哦。等一下，再复活，快点。好了，走吧。过来我这边啊，你过来我这边。旁边有那个灵芝啊，欸，我要帮你补血，你干嘛不补啊？不要等下死。
就可能之后的都要了。就他为了防止你一直打一直打，他可能会很快就是一天之内就封顶之类的。你那边有装备炸弹吗？